This is Oreo man. Oreo. 这不科学啊！25元的吉拿棒爆好吃。接过来，接过来！这个法国人卖的吉拿棒生意有够好的，三大特色玻璃仔。特色一，每日现干欧洲配方。一样的，整个欧洲都一样的。对对，是 original 的吉拿棒。有很多人要吃我的吉拿棒，所以有很多秘密。因为他们每天都是中午现擀的面团，因为隔夜都不可以用，每天中午都现做的，那生意好啊，每天都还不错。特色二，现点现炸，口味多样。Tarotti croquant，Tarotti de tinabin，是这个外面是croquant，硬硬，里面是软软，因为比较好吃。对，有这个口味，有芝麻、花生、肉桂、抹茶。有巧克力、Oreo、一级棒 Oreo、砂糖，我五十块是玩砂糖，我吃砂糖。可是抹茶，哦，酷酷啊，抹茶。它的肉桂的香味比较重，然后外面比较脆一点。特色三，便宜，人人吃得起。我不要买很贵，我的口袋没有很多钱。可是我希望吉拿棒全部人可以有开心买吉拿棒。对，有爸爸妈妈散步一起小孩子，所以他们全部去吉拿棒。不是有吉拿棒，一个吉拿棒快100块。如果有4个人，400块，我希望不可能的这个。我听都不来哦，赞。太好吃了！对，这个我开心。我知道为什么我做这个工作，成就感。对。